人生慢慢啊衰老，那我咧祈祷上帝讲，哪会当主啊，怜悯我，互我会当行完人生的路程，除了有真多无共款的阶段、无共款的问题，
到底我著怎样行？耶稣，你33岁，那对台湾人来讲，迄是一个夭寿，夭寿死因啊！你竟然你个安尼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乌，迄、那個、白头毛来送你这个乌头，但是看你个态度，当伊予人顶伫遐个时。伊讲竟然讲的第一句话是讲：“爸啊，赦免伊，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。”来，咱第一句话，咱斗阵来读一下，好无？预备，来，爸啊，赦免伊，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。耶稣的事决定，唔是伊犯罪互人定，唔是伊做啥物歹决定互人定。伊完全予歹人定死，因为注意一项，骂人的无比予人骂的较好。当你伫厝内做想这个时，你来定定想这项，开嘴骂人的无得愈比予人骂的较好。予人滚的。定定比观音的人搁较好，无辜受害的人，定定比遐加害因的人搁较好。耶稣竟然受一群称作异人、咬人的人甲定死，耶稣搁伫遐讲一句话讲。爸啊，赦免你，因为因所做的因不知。因为在你的人生有很多的苦楚，在你的人生有很多受冤屈、无奈、不应该受的艰苦。但是到这个位置，你让这些苦楚白白走不过，那些伤害亲像锁啊！直直甲你缠呢，可能迄个伤害已经30年过啦，40年过啦。但是，逐摆你若暗时想到的时，你还阁会夹嘴去吻，你还阁会行袂过。有可能你会当食到这个过啦，你会当倒转来伫耶稣这句话，对耶稣上帝的囝33岁。竟然会当讲一些年轻力壮、上旺盛的时，应该个性还是上强的时，竟然会当伫遐真温顺，讲爸啊，赦免你。真侪时阵，咱咧讲，我都有你，是安怎对我呢？是啦，你若会当有你，互人欺负，赢过你有你，搁去欺负人。咱真侪时阵，予人教教讲得理不饶人，无影。耶稣基督甲咱讲的是得理不饶人，且饶人。你若感觉你有理啊，好不容易伫上帝面前你徛你知，你是一个义人、好人，你受苦，你啊伫即个只讲感谢上帝，连我愿意最好来受苦，嘛无爱我最歹受刑罚。所以，伫耶稣遮头前尽伊所会的，伊去追求上帝，获得上帝伊的实现。伫迄个过程，伊受着真侪不应该的待遇，但是到最后，伊也阁会当两手天开，心灵发挥，然后阁替害伊的人，替不义的人。伊就讲爸啊，赦免你。迄个爸啊，赦免你，其实伫咧赦免对方的过程的中间，伫咧赦免别人的过程的中间，其实你家己的心去着头发。你若有赦免别人，你家己一生受罚伫迄个苦痛的内面。唔知我安尼讲，你们讲阿免无？所以，伫受苦的人，你若一生你有真侪受苦。你只有甲咱无一项无耶稣，无会晓去赦免你。你若真正要得到真实的自由、心灵的自由、生命的自由，其实
时，迄、那个自由是对下面对方，你才能规个才能放下，你听懂？不要让过去的伤害过不去，不要让过去一直困住你，让你没有办法往前走。对呀、啊，下面你，因为因所罪，你不知。耶稣在十字架顶讲的第二句话，是甲伊三甲顶的是各个派的，有两个派人大十股强盗，一个继续取笑耶稣，另外一个伫咧责备迄个。你今仔日予人顶的家，是因为你咱最歹，咱最最有应得。但是伊活倒转来，伫咧求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伫你个独领导的时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就甲伊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同伫乐园啊。”注意，真侪基督徒伫咧传一个讲。人若要入天国，一定都爱洗礼。注意听，将这个大十股洗礼无？有无？伊啊，注意听。注意，遐个咱现在咧圣诞的时，伫咧讲东方的博士对遥远的所在，伫黄金如香不了来献乎。买出来耶稣，叫因就转去了。像迄东西博士遐，因拢伫阿拉伯国家，因即摆遐拢是回教的领域，即摆，就是由于到今仔日，咱拢伫咧纪念这东西博士。西博士献了就转去了。这大十股过去所做的歹。但是在耶稣的面前，伊求主纪念伊。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注意一项：你逐日的生活，你逐日的生活，甲上帝国度怎样有亲密啊无？你有法度通定定心内仰望上帝国，甲上帝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无？我想伊的心内的隔离比啥更加要紧。要讲阿门无？偌济人洗礼了后，但是伊的所行所做离开主，伫教会内面，互教会上台服侍的，常常毋是别人，拢是遐个自认为信仰上忠实的、上热心的，带来整个国家上大的灾难的，毋是别人。拢是遐个自认为上有权力个啦，常常遐个收音机个课堂上凄惨，因为即个只伫咧个教咱一项，无论你手内个囝、查某囝，你身边有啥物款个人，伊到学车以后成绩偌好，迄种知识拢也毋知嘞。即个人将来有可能哪有成就，甲爸母在对立呾厉害。上个嘛有可能是对爸母上无情，这个叫荷兰的是甚物？耶稣对一个心内虽然有尊重，但是耶稣的鼓励是：这个是你的心意，这个是你的心意，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心意。即句，这个人伊的心上柔软。所以，伫某人有两个囝，一个大囝，一个第二囝。大囝拢甲是大人带到边，第二囝晃动。哎，耶稣咧讲的是上帝国亲像啥？上帝国所爱的是迄个第二囝晃动转来伊的心性，迄、那个心上水。咱是毋茫常常伫咱身边的人，你免外交。你会当真敖真好，但是你哪会当敖过你的心真柔软？这个是上帝。那万一无，你伫各方面无法度通甲人按怎样车平比平，
但至少你的心是常常柔软，在新老爸老母的身边，这个是上水的囝。我安尼讲，你们讲阿免无？我的朋友，你若要做我的朋友，你免外交外灾情。因为我你若要做我的好朋友，你干哪？在咱两个斗阵的时，咱的心拢彼此真水。你给我真温暖，我嘛给你温暖。你袂害我，我嘛会保护你。哎呀，虽然你无外年灾情，但是咱也是真好的朋友。因为耶稣的咱伫这个时，对迄个真柔软的大十个讲，今年你要到我地方啦。这个表示什么？今日我要甲咱三人耶稣是见证的七句话，做咱人生互相的勉励。而且，咱会当看到啥？耶稣伫十字架顶第三句话是啥？老母啊，看你的囝。然后对约翰讲，看你的老母。其实，耶稣的老爸早死，约瑟早死。耶稣是安怎到三十岁才出来传道，从伊家己为家己人生的计划以外，伊也有一个是家庭的责任。老爸早死，后壁几男的小弟小妹，然后伊爱甲老爸这个家业、目睭的家业执行到一个段落，为这个小弟小妹有法度当去接。然后三十岁，伊就放了所有一切出来。即久三十三岁，伊要离开了。伊目睭前看到的是背叛伊、背叛伊的老母。我想要离开伊，伊对目睭前的许多人，伊放袂离。但是伊的小弟、伊的小妹伫倒位？因为伫耶稣在世的时，伊的小弟甲伊的小妹。看袂起耶稣来讲，看到圣经一寡所在，即久伫遮背叛耶稣的是迄个新约的玛利亚。对三十岁耶稣出来了后，玛利亚跟耶稣一步一步行。伫耶稣一直行路的时候，伫边啊？在耶稣这个行到十字架，安怎让人母亲让人陷害定在那，这个老母心碎。你知道多少人走了了，他的学生走了了，怕让人抓去。就在耶稣这个是政治犯，这是很恐怖的一个气氛。他的老母不怕死，他的老母跟几个父亲人三个行到在那个十字架上。我讲耶稣的小弟小妹并无伫边啊，伊即久唯一看到的是忧伤的老母，甲一个也无走的学生叫做约翰。约翰比耶稣较少年几岁啊，伫迄个极其忧伤要拆离的时刻，耶稣甲伊老母叫讲，母亲，看你的囝。伊个囝即位是啥？就是耶稣个学生约翰，就是写咱个约翰福音书个约翰。然后对约翰讲：“看你个母亲。”所以耶稣离开了个一段时间，约翰耶稣个学生甲耶稣接伫甲玛利亚接伫伊个身边，陪伴伊行过迄个人生上苦楚个时间。因为伫这个家，咱嘛要讲一下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看你的老爸，看你的老母，即久你有伫因的身边无？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已经年老，有啥物人通陪伴伊、照顾伊无？因即满有平安无？因有孤单无？因会有惊吓无？当伊身躯伫咧发生变化的时，毋知有啥物人伫咧关心。因为耶稣讲看
你的老母，然后伊咧讲，这个我唔忙，伊伫咧对约翰讲的这个约翰是你甲我，伫咱的时代人还佫伫咧是基督徒上水上水的就是在世的陪伴甲友好。拜拜的人咧讲的是死了后，你睇也无拜，你睇也无靠。哦，基督徒死了后就是将个灵魂交予上帝了。基督徒咧要紧的是在世时彼此的陪伴。许多人伫咱细汉的时陪伴咱大汉，流着目屎去工作。趁钱，搁较安怎忝，就是爱我的囝，我的囝，我的囝。但是偌侪囝子到你的时代人衰弱的时，从来唔捌伫咧关心我的老爸、我的老母恁平安无？耶稣即句伫咧提醒人讲，大伫即个时代酒，茫茫叫着你的名，讲进财，看你的老爸，看你的老母。无人看你是大人，啊！我即句你唔通欺负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无爸无母的人，所以恁都爱听说我这个故事嘿。真侪人讲，牧师你太对这个长辈较有耐心，因为我已经无爸无母啊。我甲恁这个人当作我的是大人，我用这款的心情伫咧陪伴每一位。因为有一日我嘛会老，我老的时，阮囝无一定伫我身边呢，对不对？茫茫人捌我，伫我年老的时嘛会陪伴我，这个叫做人生的陪伴，陪伴很重要。耶稣到伊上艰苦的时，竟然还咧关心伊厝内人，你偌侪时阵咧甲厝内人客伫一边。然后咱讲，咱偌成功，咱赚偌侪钱，咱伫社会偌地位，做啥物使啊？为啥物啥物个会长 ？No， 迄拢这一点仔都无利益。遐个财，遐个财力，遐个身份，袂当对照天堂的护照。耶稣伫世界顶第四句话讲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放弃我？伊伫点啊三百个代币，伊起来不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放生我？你定义啊？这是一个人生普遍的经验。无论你是啥人，有时你人生也会经历到这，太快拄到这款的代志。害我人生的这么悲惨，害我哪会失败到这么厉害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离开我？哪敢那上帝无伫咱遮？哪敢那根本都无上帝的存在？因为唔免怀疑，连耶稣家己本身嘛有这款的，因为人生太艰苦了。上帝啊，你是不是你无存在？你太离开我遐远？那无我哪会受着这么大的苦楚？这一个化身啦，这嘛咧使奶啦。这男女的中间，你不爱我了，你真的不爱我了，其实拢咧使奶啦。你跟他话讲，多爱我一点，多关心我一点。因为耶稣在这。伊经历你的人生上苦楚、上苦楚、上苦楚，但是唔通袂记伊来叫上帝的名。伊心内也阁有上帝，伊也阁相信有上帝。虽然讲你啥事离开我，但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伊心内也阁有上帝。因为伫你的人生极其艰苦的时，我要恳求上帝，让你也阁有信仰。一个有信仰的人拄到灾难的时，甲一个有信无信仰的人拄到灾难，伊人生怎对安怎开开？不管你拄到什么款的人生的苦境，我嘛你用最佳亲像一个有信仰的人，平安伫咧老西，
名字的化修，总是咱内涵无同款。耶稣今日你甲我同款，同款，同款，你才嘛讲我嘴大啦，对无？有诶讲我嘴大啦，意思是，你会当看到耶稣毛肉体会艰苦，肉体受遮个需要，因为伊伫肉体里面甲你甲我拢同款，伊嘛会忝，伊嘛会枵。所以你们看，大家人在讲，耶稣动不动我爱伊个三位一体，伊是神，跳了伤紧，跳了伤紧，伊是人，伊是百分之百啦，伊经历你甲我咱所有人生个历程，伊经历你哪敢那是气煞，伊孤单惊呀，这个才讲我嘴大啦。伊个腰会碎，但系敢若讲同款，伊认为那是啊，爱注意你身边。你即句真好势，你即句真好势时，唔通注，唔通失了一项。有可能伫你身边行过个人，即句连一杯白水都无。有当时对你身边行过侪，伫你身边个人一句。靠地啊，连起来咱连十块都无。因为你人生的无同款的阶段，我真好，别人就可能人生真大的艰难行行。当你的行行，你家己本身的行行，就是恁嘛有人提一杯水，甲你搭一下，甲你坐斗阵。陪伴你，所以逐摆，逐摆，你若看到有人手拽来拽来，要过马路，无啥难过，我同你手甲牵咧，到边行过。看咧，你看咧，及时予伊一杯水，及时予伊一个手通行过迄个水路边。你我咱毋免期待要做啥物高人。在咱身边，把你的责任做好，安尼实在是着水啦。迄个责任，你家己厝内，甲你身边所有的人，所以目睭金金看，搞不好在咱的身边有真侪人，有真侪无同款的需要。啊，你有伫遐无？耶稣是定时的给伊时，你有伫遐无？当别人伫咧惊吓、艰苦、孤单、病痛的时，你有伫遐无？因为基督徒，咱五万英福教会每一个，咱拢努力来做耶稣的学生，对咱身边的人有责任。所以，咱直直的话，一人一个职分，一人一个侍奉，一人一个角色，安尼就好啊，唔免扮演伤多，唔免做甲哀哀叫。第六句话，什么啊？讲了。言语讲 ，it is finished。一个工作，一个任务交代你，交代你全放你去。然后在你的人生的中间，拄到足侪代志，无论拄到什么代志，伊到尾啊，伊也阁会当把迄个所交代的任务甲完成。最后一讲 ，it is finished。哎呀，好顶个水！刘一登伫咧讲，书完成了，达阵啊，唔是伫人生一切一帆风顺的内面，唔是，是伫经历所有即个艰难灾难，迄亲像水对面顶流落来，拄到石头，伊就唰就闪，就安怎样，反正都伫到尾啊，就是要达阵。因为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，唔免做外劳，但是要有一款的气魄。有这款的意志，命命尽志，要完成人生所受到托的班。哎呀，我顶个水！耶稣伫十字架顶讲的第六句话讲：成了，爸啊，你交代我的任务，我完成了，我达阵了。It is finished。这是一种基督徒的。意志，人生爱有梦，
要完成梦，还有迄个坚强的意志，所以很久忍耐，所以你得常常爱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啊，吹着口哨，吹着口哨，唱着歌，然后勇敢的向前走。真侪时阵，你伫经极其艰难的下面，你也要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唱着歌，勇敢的向前走，为着干要达阵。因为唔忘你的囝，那是这款的囝，你会做些安排。咱身边的同工，那是拢是这款的同工，哎呀，上帝哦，这款的囝是上帝国宝，这款的囝是上帝上帝讲好啊，都不紧张的咯。哎呀，咱看到这个情形都够感动。后摆你的囝那是安尼吼，等下你卖讲，你唔当骂伊的分数，他也是卖啦。看到伊的这款的情形，你就安那乖乖囝，乖乖囝，你真好。最后耶稣最后一句话讲啥物啊？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。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。在每一个人，你有灵魂，在你的灵魂最后的归宿在倒位？因为有一日你的死，肉体结束，你的灵魂要去倒位？耶稣真清楚，伊的灵魂要去爸遐。唔知你有这个把握无？你若有这个把握，外口社会的人的灵魂，伫咱八卦山是灵魂，人的死灵魂走倒。八卦山遐，十八层地狱，他妈有挂嘴机，他妈，我跟你讲，你一世人哦，骗落来哦，你有太多太多的问题，规身躯的器官都挂了了，那不会去的。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，愿我们将咱的一生真正感谢主，愿上帝在伊的国度内面引传耶稣十字架的七句话，正对伊甲我咱互相的连接来引传咱行咱的人生。到最后后礼拜，咱要庆祝主国话，这个国话的主，正做咱的新生命，人生的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。在你的国度内面，相信我为耶稣，做我的至好朋友，做我的面窗，做我伫最中的中保，做我的门，予我对伊来接，伫你行到伫上帝主爱面前。伊是路通过伊这条路，我伫伫超车，超车着上帝的救赎。我感谢主的恩典，这礼拜是受难。就是今仔日是耶稣阳光入城，阮看到你，予阮有参与伫迎接耶稣入城的荣耀快乐。毋忘，就是伫耶稣人伫咧话定时个时，阮无伫遐，阮毋是伫人群的中间话讲定时个迄一个。人间有太侪奥妙的真理是阮毋捌，总是阮要谦卑，阮要恬静伫主的面前。上帝啊，听我的祈祷，将这个新的活命，甲耶稣同款的使命，赏赐我中间的每一位，让我伫你的面前，甲耶稣同行天路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